都会选择绕过那条街，有多希望在另一条能遇见。我还在逞强，不肯忘，怪我没能力跟随你去的方向。若越爱越被动，越要落落大方，你还要我怎样？要怎样？你突然来的短信就够我悲伤，我没能力遗忘。就结局这样，我还能够怎样？能怎样？最后还不是落得情人的立场。这样，我慢慢的回到自己生活圈，我没有玛莎拉蒂可怎么办？怎样？他真有啊，他真有啊。兄弟们，如果你的兄弟有你一直拥有的东西，但是你却没有，这种感觉真的是很难受。以后我希望啊，那些条件很好的兄弟不要再出来秀了，真的非常的伤害人，知道吗？啊，有一首歌送给这些兄弟们，这首歌叫做《如果你能感同我的身受》。